规的贺礼来给予邱局长。那部长呢，还要为我们说介绍一下这个礼物的意义。部长からこういう記念品を紹介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ょう。私どものものをご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日本のことわざで、鶴は千年、亀は万年と言います。このことわざのように、両者が末永くお付き合いできる、お付き合いしていただくことを祈願しまして、これを選ば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また、亀が、両者のお付き合いのきっかけとなりました、道愛姫、亀洗姫にも由来しているものでございます。お付き合いいただけることを本当に心から祈っており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好，我今天所带来的这个是龟鹤万年的一个纪念品。那我们日本有个那个谚语呢，它是说鹤千年，龟万年的一个长寿吉祥之意。所以我今天带来的这样一个，我希望我们双方的一个交流能够像龟鹤长寿一样，千年万年永续的存在。那另外呢，这里面还有一个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象征，就是因为龟山我们之所以能够签订这样的，还有一个我们的同名龟山车站的一个意思在，所以呢，今天我特地带来了这样的一个龟鹤万年吉祥的一个纪念品来赠送给我们台铁局，希望我们之间的交流能够像龟鹤一样长长久久。好，我们请部长把这个礼物致赠给邱局长，我们祝福台铁局以及山阳电铁的合作能够长长久久，友谊长存。好，一样再一次我们看一下前方摄影机。好，我们看一下右前方，好吗？是，米基诺，是，カメラの，是。好，那我们看一下左前方。じゃあ左のあカメラを見てください。